行，那句话你也可以吃了。那我吃啥？吃榴莲啊。榴莲在哪儿呢？着急啥呢？现在拼多多就有一个买榴莲的活动，告诉你们一个薅羊毛的机会。现在拼多多限时返场，五斤榴莲1块钱秒杀，活动限量1000份，截止12月31日。入口放在评论区了，快冲！名菜嘛，吃啥呀？Ugh.